谢谢啊，哎，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没错，很多朋友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，比较陌生啊。我是一个有钱人。哎，您等会儿吧啊，享受着富足的生活，您等会儿，奢靡的人生。哎呀。不是您这怎么了？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这是怎么支棱八叉的呢？好家伙啊！那个没有上来就说自己有钱的、啊，没有啊？哎，没有，我就这么说。哎呦，好我这么任性吗？我说，哎呦，您稳当住了啊，稳当住了，怎么个有钱法啊？就是奢靡的生活。哦，奢靡的生活，您想象不到。什么样啊？随便说吧。啊。海鲜愿意吃吗？喜欢呢。喜欢吃啊。啊，喜欢。我请你吃海鲜。哎呦呵，我谢您了。哎，您都没见过啊？您都没见过。什么没见过呀？这海鲜，买海鲜都知道吧？啊，咱不得挑着买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到我不肉。什么玩意儿？不肉。哎，你还是老天津人，还不肉哎、啊？哎，口头语。到那海鲜市场什么呀？三亚海鲜市场啊啊啊！掐腰一站干嘛？整个市场里边缸子里活的全捞走。哦，行，阔气呀、啊，这个闷上，呵，行啊。天津啊，海鲜市场到那儿一站，啊啊，缸子里活的全捞走，火闷上，一个不剩。你俩钱，哎呀，还差那点钱吗？有钱，昨天吧啊，昨天去天津那个极地馆啊。我一看这缸子大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喂，这海鲜好多人都没见过。那是海鲜吗？那个找工作人员干嘛？缸子里活全捞走。哎呀，等会儿吧，大白鲸，大白鲸捞走。嚯，北极熊闷上，闷上。那让你闷闷。闷上俩企鹅宰了，在这儿宰，在这儿宰，闷上。哎呦，缸子里还俩美人鱼呢。啊，在这儿游呢，捞走，闷上。你等会儿吧，人那是员工，那是员工啊。跟家属谈一下赔偿问题，不是闷上，你吃疯了是吗？不是，咱人都闷上啊，奢靡的生活没这么奢靡的啊！哎，你等会儿吧。哎呦呵，您这怎么这样呢？这上来有钱归有钱，咱低调一点。什么是低调？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您是在这站着啊、嗯，您但凡站缸子里捞走闷上，闷上，我都闷上，闷上，通知家属这个油大啊，靠一靠的。这是像话。哎，真是不是不是，您真有钱呐！你这闹的，你干嘛这么多钱？这嗨、嗯，我呀，主播，就那个网上那个手机上面，嗯，能看着我那个。我说您这么阔气呢？认识我吗？看过我吗？我是应该说看过我吗？好像大概起看过。看过我吗？离这么近都没看过我。看过你呀、啊？你我不说手机上吗？你瞎呀？我瞎你瞎呀？这怎么说话呢？这啊？不是我看过您吗？你看过直播看过我吗？那个有点眼生。带货直播，这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您会带货是吧？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那这个什么那个主播，我这有一个不情之请、啊。干什么？您看我们这说相声也挣不了几个钱啊。那倒是，那倒是。我就想跟您挣点钱，您带带我怎么样？多少你们相声界人都问我是怎么能直播赚钱？嗯嗯，您记住了啊？怎么着？现在赚钱两种方式，哪两种？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直播带货赚钱，哦、带货的；一种是娱乐主播的，哎，打 PK 赚钱，打赏。您来哪个吧？我先来这带货，带货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带货，我问您哪儿最重要吧？哪儿啊？不是什么流量，不是什么人设，那什么？供应链。什么玩意儿？供应链。供应链，你看这专业词语，这听着全是真东西。这还真不懂。供应链选货呀，啊、哦，您跟我，咱这个供应链一定得是独家的哦，独家的，成本越低越好啊。呵，行啊，好吧，那咱卖什么呢？卖，嗯，易拉罐吧，易拉罐，哦，什么？易拉罐，哦，汽水儿，易拉罐，哎，不，汽水儿那还得谈合作，就是罐子，汽水罐，空的易拉罐，易拉罐，易拉罐，易拉罐。那玩意儿咋卖呢？收啊！你得收啊！啊，收啊！等着来呀，等着易拉罐过来呀！怎么收啊？那个拿手收啊，拿嘴叼啊？嘴叼像话吗？这个拿瓶撇出去，你叼回来呀、啊？不是，就那玩意儿就这么装啊？这废话吗？那不得勤劳点吗？挨个的去收去吗？收去吗？我有点会收吗？会收吗？不，就拿手捡起来，往袋里一装，不就完事儿？袋里一装，占地方，那才能装多少啊？
过钱吗？挣过大钱吗？那怎么装？太扁了，装啊！哎呀，这个穷鬼呀，你呀！哎呀呀，真是你太睿智了。那个那么高啊，那个一袋子的那是有数的，太扁喽。呵，节省空间。变横菜啊，变横菜，两边卡脚面。扒一菜夹脚上了，夹脚真有生活，立着菜真有生活，晃晃别有水儿，一菜呲一裤子，怎么这么细致呢？您这个您得挣过钱呢，不是就卖这个，它能挣钱吗？这个怎么不挣钱？除了这个再有还有什么？拿它积累财富，然后咱们弄一车什么？咱们收大件去了。什么大件？纸壳子赚大钱了，这个他有什么赚钱的？敛过来卖不结了吗？那就那哪成啊？那怎么着？沾水呀、啊！别沾自己家水、哎、啊，废水。赶下雨天找泡子，泡子沾，挤中间沾，沾饱包的，外边捆干的。哎呀，腰秤。就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有个名词叫收破烂的？这是人话吗？啊，你直播收破烂是吗？兄弟呀、啊，说心里话呀，怎么着？就您这个孩子赚不着大钱，我还赚不着大钱，您吃不得辛苦。不是，我问问您吧，就您这些您吃不得辛苦，我怎么吃不得辛苦？我就全世界最盈利的项目叫垃圾回收再分类，您懂吗？不，那也不是不体面呢、啊，这个你要体面，你想现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我这干不了，这干不了，这不成啊，这不成，这不成呢就别带货了。那我干什么？带货了，娱乐吧。娱乐吧，这感觉跟我挨着呀、这个。娱乐直播，大家记住了，这个东西最讲究了。行，好多这个行业的人直播为什么没人呢？那为什么呢？人设不对，人设。哎，您记住了，直播的人设要么高于生活，要么低于生活，您不能平于生活啊。这有道理、啊。谁没事花钱看直播看邻居去啊？您比如说我住40平方，哎，他看直播的时候，他晚上累了一天了，他找一住10平的这哥们儿不如我。哎呀，心里痛快啊、哦！这么找平衡，多喝2两酒。哎呀，低于生活哦，这是低于生活的，来这个。哎，那我要来这低于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您得惨一些啊，惨一些，让观众看着有怜悯之心呐、啊。那我这个怎么播呢？您那个沟通行吗？互动啊，跟人交流啊。我社恐，不敢说话。哎呦，那这更麻烦了。哎、那您这样吧，您睡播吧。什么玩意儿？睡播吧，不用说了，不用沟通，睡觉卖惨就行。我睡播那能弄点那个破衣服捆身上啊，小站台火车道边上啊，拿一席子摊开了，啪往这一躺，手机支架，大全录全景，录我全景，哎，支啪打开，夸睡觉睡一宿，第二天早上您再看，我挣钱了，手机丢了，哎呀，我还赔个手机是吗？我说投资嘛，很正常的。行了，这我赔死了，这我光买手机了，我这个，你这样我换啊，换我那个高于生活的。高于生活，哎，高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那是属于骗大哥了，那就在炫富了。哦，怎么炫富？哎，您这人设呀，您这人设才准了。哦，高于生活的话，播这个直播场地有要求。您家多大？40平。那不成了？怎么着？租别墅吧？不，租不起那玩意儿。投资挣大钱吗？挣啊！挣钱自己投去，投去，认了。租别墅啊？好，租别墅，租完大别墅在哪儿播？屋里播。疯了。租500平别墅，屋里40平，跟你在家有什么区别？那我在哪儿播呢？我厅里播，这一进门那大厅哪儿大在哪儿播？嚯，那能行吗？那个你废话呀、啊，你怎么有钱呢？明白。而且布置很主要啊。什么？屋里绿植得上来啊。哦，绿植，绿植，要不然人家以为那个房不是你的。哦，就感觉跟家一样。哎，绿植咱养着呀。养。然后紧接着睡播吧。睡播，床放中间。放中间啊，那放脚多好啊！你哪行？踏实啊！放两边，镜头给床太小啊！放中间，大床全都弄好了。呵，绿植围上，你得让观众知道是谁呀、啊！弄个照片吧，弄个大照片吧，大照片，漂漂亮亮，大照片，气派点，啪一瞪，您在这一躺，您就开播，我开播，开播，啪，这绿植。不，开始不是赚钱了。你等我，我想问一下、啊，赚钱了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画面我刚才突然间勾勒了一下啊，一圈绿植，一个绿植，中间一张床，当然了，上面有我相片啊，我往上面这么一躺啊，你这是睡播呀？
这不把我自个儿给送走了吗？这不是，不是你这孩子，你想的东西就偏颇。我什么偏颇？你这是睡不？您在这一躺着，大哥一看，呱呱呱，人家礼物可就上来了。啊、这就上礼物了。哎，这时候上礼物，你可知道啊？您可千万别起来谢谢人家。为什么呢？您腾楞这么一起来啊，他容易停播。我去你的吧！